很美是吧？对不对？来，一起说一下，你很美。你很美。谢谢。好开心啊，录这个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天真啊。我确实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把自己当回事儿》。书里面呢，写了很多我当员工的时候向上管理老板的一些手段。然后李诞呢，看了这本书非常激动哈，他不仅主动给我写了推荐语，还说你的书我全包了，我要保证效果，每一个员工都买不到它。因为啊，因为我很早进入职场哈，不要看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老板，我也当过非常强势的员工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是来教大家作为员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老板。有一种老板呢是霸道型的，就啥事儿他都想插一脚，动不动呢就说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面对这种霸道总裁呢，你就顺着他说，千万不要挑战他，不然他很有可能爱上你。这种人啊，你就不要把他当老板，你就把他当跳板。对待工作要像渣男一样，不能每段都很投入。像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同时打五份工，脚踏五条船，我这算渣吗？我只是想给每个工作一个机会而已。还有一种老板特别抠门，从来不给你加薪。对付这种老板呢，你就要吓唬他，就像那个买衣服讲价一样，先假意先走，哎，结果他真的没有挽留你。这种时候呢，我的建议就是赶紧回来再好言相劝。你就跟他说，老板多少让一点。行行行，这也就是你，别人这个价我肯定不干。最后一种啊，就是表演型的老板，总喜欢装成是员工的朋友。这种老板呢，大家都很熟悉哈，就是下午才来上班啊，来了不干正事儿，又写诗又写小说，对员工一张嘴就是喝酒去啊。面对这种老板呢，你们员工啊一定要离他远一点，因为人家喝多了第二天可以不上班，你要是第二天不上班，那以后就只能天天喝多了。说了几种不能跟的老板哈，那什么样才算是好老板？远的不说呢，就拿我来说吧，好老板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要懂得放权，不要总去公司，其实公司没你也行，你像我基本上不去公司，实在担心了就远远的看一眼，看见公司业绩蒸蒸日上，我就心如刀割，发现原来没我真的行。那好老板都欣赏什么样的员工呢？我最欣赏的就是能够认清自己优点的人。我曾经面试过一个男生哈，长得非常帅，我就问他，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他说勤奋。我当时就笑了，我说你的优点是长得帅啊，人要能够面对自己的优点，如果自己的优点都不能面对，那就是浪费。后来呢，他就去当网红了。前段时间跟我说，杨老师您说的对，我的优势确实就是脸。我说你说的也没错，是挺勤奋的，我天天晚上看的帅哥直播间里都有你。我还欣赏一种人啊，那就是独立有主见的人。我做经纪人的时候呢，从来不鼓励艺人什么懂事听话之类的，我都跟我的艺人说，不要什么事儿都听经纪人的。然后艺人就问我，姐，那你这句我听还是不听啊？我说，你这问的就有点不懂事儿了。所以呢，这些人被我培养的越来越独立，就都走了。你就不要管我现在手里还剩几个艺人吧，你就说我这个培养能力强不强。归根结底，
老板和员工呢是合作关系，职场也不是说学习的什么秘籍就能够升职加薪的，希望大家不要抱有幻想。职场没有一招鲜，但是厨房有，海天蚝油加一点就好鲜好鲜，这才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分享的秘籍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天真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晓明。真的很遗憾不能来到现场，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见面。我确实演过很多的霸道总裁，我觉得我演的还行，但是网友们总是告诉我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哎，真是霸道网友，我卑微小明。确实现在很多人都拿这句话来调侃我，搞得我都不敢发表意见了。有一天我去演戏啊，剧组的工作人员说，哎，小明哥，给你准备了盒饭，你先吃一口吧，你觉得呢？我一句话都不敢说，那一整天我什么都不觉得，就觉得饿。今天大家聊聊职场啊，其实我就不是那种要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人，这么多年我凭着努力演过一些很不错的角色，也在不经意间给大家留下了不少的喜剧作品啊，比如说身高、表情包、邪魅一笑 and not at all。你们这些喜剧演员啊，没法跟我比，跟我比起来的真的是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，一个都没有。 Not at all 啊。Not at all 是怎么来的呢？那是北京奥运我唱了一首歌，当时录完我问身边的人说怎么样啊，他们都说太棒了， Amazing，唱得太好，然后就播出去，迅速成为我喜剧生涯的一个高峰。当时我就知道，在演艺圈这个职场，只要你成功了，就没人愿意跟你说真话，说真话的人全在网上。更惨的是，身边突然有人跟我说，哥，你这几天就不要上网。我就问，网友怎么评价的呀？他们就说网友们说的可好听了，比你唱的还好听。后来我也开公司了，当上了真正的霸道总裁，真的很霸道。员工父母过生日，我会给他们安排一个蛋糕、一束花加1000块。我还带他们全家一起去坐游轮，我要让爸爸妈妈们知道，你孩子在我这儿工作，我就是要让你们全家都快乐，就这么霸道。后来想来我们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就改成后海划船了，就是这么灵活。但是我对员工啊还是很好的，平时找我帮忙我都会尽力帮，什么要周杰伦门票的，要古天乐签名的，我都一一照办。一边照办一边纳闷，怎么从来都没有员工找我要签名的？他们可能看出我的失落，每次找我要古天乐签名的时候，都要顺便要我的签名，厚厚一沓让我签，我可开心了，拿过来一看，报销单，给我气的呀！有一次我就直接给他签了，古天乐，哎，你找古天乐报销去吧。开玩笑啊。我其实经常给员工们发红包，但是我们公司呢也是奖罚分明的，比如说迟到了要有惩罚，但不是罚给公司啊，是给公司的同事们发红包。像我今天没有来也算是迟到了，那我就给大家发个红包吧，好吧。来，现场的朋友们手机拿起来啊，咱们建个群。行，太麻烦了啊，不是我们山东人的风格，我现场直接发，好吧。来，山东的朋友们来吧，红包发起来。来了朋友们，
有多少？我挨个发好吗？刘飞，等会，弟弟，弟弟，来，别停了，别停了，来来。兄弟，来来，好好，谢谢，我们也好。志胜真的有种回老家的感觉。我感觉现场里这些人应该有人过年跟志胜合过影。哎，这个拿红包的人，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对不对？啊，是吧？说的不好，大家也假装要笑一笑啊。还真有钱呐、啊！我这真有钱、啊，真有钱。好，大家很开心是不是？啊啊，平时啊我也这样。就喜欢给员工发红包，还会把看到人都当员工给他发红包，啊，就喜欢看到大家开心的样子。你们可以到我的公司去打听一下，或许会有人说我英语不好，但没有人说我人不好。每个红包都是有它的价值的。这就是我做人做事的理念，做事之前先做人。想要员工好好做事，老板就得好好做个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黄晓明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强。那我以为我今天最大的挑战是讲脱口秀，没想到还得给脱口秀演员找工作。李诞，你这是端起了我的饭碗，砸我的饭碗啊。有传言说啊，今年的工作都特别的难找，大家都比较恐慌啊。作为行内人，我告诉大家也没那么难。我们招聘行业可忙活了。很多人在我的帮助下啊，学会了找工作，现在就差工作了。那我们调查发现啊，有两类人是最容易被裁员的。第一类就是基层刚刚入职的，赔偿比较少。第二类就是35岁以上的中高管，一个人释放出来的工资啊，能让公司招好几个人。所以现在效果最危险的就是陈露。俗话说得好，最危险的就是最虚弱的。不过程璐你不用担心啊，接下来我要讲维权了，你要好好听。劳动法里的 N 加1啊是底线，加2加3谈好了上不封顶，你甚至可以谈成霸道员工，给我100万我就离开你的公司。可以。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啊，裁员赔偿的钱是不扣税的，所以裁员并不是终点，也可能是裁员广进的起点。程璐被裁的时候啊，效果很可能啊还会让你签一个竞业协议，不让你去竞争公司，这其实是无效的啊，应该在你入职的时候让你来签，同时呢还要给你发竞业工资。所以摆在程璐面前现在有两条路，第一条啊，拿着一笔巨款离开，那第二条是拿着一笔巨款去米味从基层做起。程璐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啊，这个效果很可能不会让你离职，不会裁你啊，但是他会逼你离职。比如你讲了一个谐音梗，他说要罚款100万，那你怎么看呢？这会儿你就要看他的员工守则到底是怎么写的。写了如果你没有签字也没关系，你就大胆地讲谐音梗，做一个谐星，这是一条受法律保护的邪路。那35岁的程璐被裁后，效果肯定需要补给一批25岁的小程璐。想要得到一份好工作，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。比如像效果啊，这种自称是行业 top 的小公司，你就可以反问他一些专业的问题。你们号称行业的 top，你们在娱乐圈的占比有多少呢？你们跟米味这种行业 top 的大公司比起来，区别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你们公司员工的家庭好像都不幸福呢？
别以为这些问题啊，年轻人很难开口。那现在的00后其实都被称为职场拽王，他们下班要按时走，加班要加班费，裁员呢还要赔偿，把违规的公司啊都告倒闭了。但我觉得这不算拽王，这不就遵守基本的劳动法吗？顶多啊是个法王。那我觉得大家啊都应该向00后去学习，缓解内卷的压力啊。其实很多啊所谓的卷，是因为老板只会用工作时长去评估和衡量员工的绩效，所以导致很多同事说，同事不走我不走，同事走了我还不走。核心思想就是啊，你不想卷铺盖走人，那你就卷着铺盖住进来。所以啊，卷时长是特别没有创造力的表现啊。那一个公司让你卷时长，你就应该卷铺盖走人。那你需要找到的是一份让自己去发光发热的工作，自愿去付出，那这会儿就不叫内卷了，这会儿叫自来卷。自来卷一旦形成了以后，你就不是为公司在工作了，你是为自己在工作，就获得了自我实现。看我们资本家闷人可肿了。所以最后啊，我作为一个招聘平台的老员工，我想给其他企业的老员工一些生存的小妙招，就是调整预期。比如被大厂裁就去小厂，被小厂裁就去小门店，被小门店裁就跨行业。如果各行各业都容不下你，你可以去讲脱口秀。毕竟效果还需要大批的小程度。感谢大家，我是李强，谢谢。